由蒋欣主演的新剧《如果岁月可回头》已在各大卫视平台同步播出，而日前我们的摄影师也在杭州机场遇到了复工的蒋欣同学。当天穿着一身黑衣，独自推着行李箱现身机场的蒋欣，为了防止途中受到感染，还特意戴上了复工三件套，防护眼镜、口罩 and 手套。这般谨慎又低调的穿搭，难怪连站在十米外的工作人员都没认出自家爱豆。最后还是靠咱蒋欣同学用电话联系一些人才成功会合。对此小编只想说，姐姐下次接机找我们啊，包括你穿得再多挡得再严实，也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找到你。离开机场，蒋欣一行人坐车去了酒店。不同于别人进酒店量个体温填个表简简单单，咱们的蒋欣同学跟其工作人员可是在大厅里结结实实抽了一管子血，并认真听负责人讲了一堆注意事项之后才被允许上楼回去休息的。